挑战一天只吃女生喜欢的食物，并且每样只吃一口，是什么体验 ？Later， 先来吃一口螺蛳粉，漱一下口。过瘾指数100分。再来吃一串辣炒年糕。过瘾指数95分。再来吃第三个花甲粉。过瘾指数99分。最后再来吃一个甜水面。过瘾95分。最后再来喝一个黄桃果粒多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